大家好，我们高博科技成立于2003年，所有的研发、测试、制造都是在台湾制造的。那我们主要呢，除了在台湾制造之外，我们在世界各地也都有据点，像是在中国呢，也都有办公室可以顺利的交货。那在美国、英国、还有日本、韩国也都有据点可以提供服务。那我们所有的研发、测试、制造其实都是在桃园，都是 MIT。 那我们公司主要提供的服务呢，除了最一开始起家帮助我们起家的导热细胶片、导热膏、导热胶带、导热胶泥、导热封胶类的产品之外呢，我们也请为了要提供客户最完整的解热方案，我们还提供了热模拟的服务，然后甚至到后面呢，有整个散热模组的组装都是可以提供的。为此呢，去请了在业界有20年经验的研发团队，然后去帮我们做设计，全部的整套一条龙的服务都可以提供。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，都欢迎上我们的官网，都可以联系得到我们。谢谢。